我技能，我技能。啊，我买的鱿鱼忍者嘞，他可以暂时从远处看见被主要武器和命中的对象。早安，我的鱿鱼忍者嘞。啊，等我一下哦，我们先把今天东西看一看，买一买，转一转，再换光遇。早安城，陈夜早，佩佩早，林毅早，丽人早。可以游玩战地斗士的时候使用。啊哦哦哦，打包，好，那再来是无双点，佳琪早安，粉粉早安，可以买，很跳跃。嗯，提升对物理的攻击。好了，我们可以换了啊。我是一个几亿啊，七亿还八亿的小萌新。我出招。怎么会收？你今天要自己跑吗？我自己跑啊，需要再叫你好不好？没有，我已经吓跑了很多次了。大家都还是有限继续自己去跑，这只是手机跟 Switch 差别啊。手机可以弹跳射嘛，是弹跳起步，啊 Switch 没办法，没事没事。我本来想说，我就维持这样子去营业，看看可不可以钓到。啊，比我更萌新的萌新。看来是没料的。
还估计跑一个小时半吧。诺英在玩屁咧啊，不要出门怎么会玩。那我去看一下他为什么打开来玩好了。等一下哦。直接问他，笑死。不好意思，他不是出门怎么开游戏？我拿几个了？一二三没了，好。你怎么让我开游戏？哦，因为他们还没起床。如果真的要讲的话，来佩佩你过来。没有真的要讲的话，红石的可能需要人。这是新账号吗？没有啦，刚献祭完的，看起来像小号的大号。你会觉得刚献祭完就这个翅膀的量，有没有？刚献祭完这翅膀的量，然后很适合骗老手吗？需要上线吗？如果你们要帮我烧的话，可以啊。你们来帮我烧吗？可是要跟佩佩、贝贝哦。那个特别高，反正原来是伪萌新嘛，你不觉得很像吗？刚献祭完这个翅膀量是刚刚好啊，对吧？来啊，来帮我烧吧。因为是新账号啊，对。今天的很和平耶，原来你没有解哦，八七，爱晨晨，烧完了，烧完了，感谢感谢感谢。我昨天是晚上嘛，然后在跟幽离子在跑这边的时候，想说到底金人在哪边，然后看一下你们 DC， 想说看一下你们有没有拍在哪边，又看了一下，哦，看。那么上面哦，贝贝啊，
我们没解吗？北北，大佬哎、欸，这些游戏微晕不会啦，习惯就好。然后幽灵就是上一次的献祭没献，然后看不到，这一次他也一样看不到。啊，感谢，回玉镜，我知道啊，我捡过了。因为从地下看不到啊，没有这款至少比那个吧，那个七弹大作战三不晕了吧？这款没办法用陀螺仪玩啊。马斯班安，因为我昨天看那个记录档的时候，它完全没有攻击到。当我上传那个，我想说就用上传的好了。那既然有可以版权盈利的话，结果一打开他说无法使用此版权，哇哇，早知道改成会员限定了。哦，然后昨天可能唱歌音量小，是因为我们把那个整台的电脑那个麦克风调小，所以导致说可能我们唱歌都会很小声，可在其他那边就很正常。对，就是我们自己主播在自己的台会比较小，然后在其他的台会比较大，这是原因。对，哦，动画有动画，白目动画。好了，可能又需要各位了。来，观众的力量，我们去开八人门。没办法，来吧，需要各位的力量了，把手借给我。哭钢管游戏没有啦，如果真的没有人，你们再来帮我啦。没关系啊，抱歉了，晨晨。我是个无助的萌兄。萌兄这时候学得到遁地姿势吗？番茄早，番茄上来点八人门。看番茄，我的萌新计划是不是？这是我的萌新计划。拍一下这个图，下次拿来当封面好了。
啊，感谢各位刚刚有上线的啊。好了，你们可以回家了，没有啦，还没。好，你们可以回家了。感谢你们，谢谢你们的支持。红心要有意啦！爱我的话啊，对，还没带他们来这边看过啊。改天问幽离跟土司庙那边先约好时间，然后约好之后再叫你们来帮忙叫召唤 Oreo 出来。阿金人怎么没有很有翅膀？奇怪了，奇怪了。陈彦安，吃饱没？丁瑞安安毛西，哎、欸，毛西说过了吗？啊、青蛙安安看到了，意义安安。抱歉抱歉，这可能有点五分钟前的话了。等一下 ，FS 伸进你的翅膀。泡泡早安，他怎么可以上次升级我的翅膀？被说了三次，哦，没事，那你赚到了，你获得了主播的三次安安卡。飞行技巧好成熟的萌新，厉害吧？啊，飞行是要靠天分，没办法，就靠后天的努力啊，所以后天再说。Switch 跑图就
跑出就只是方便而已，跑跑方便啊，但是就跟七弹一样吧，就是如果你不开陀螺仪的话，就还是有限。那他跑方便跑，但是像打字或是互动一些，真的不太好用。像有些进阶技巧，你真的Switch弄不出来啊，像要同时按住上、按住下，Switch就没办法，除非你把萤幕拿起来戳。啊，对不起，我是说用实况啊，实况用Switch的话。那为什么要开台剪金人啊？因为早上没什么台可以看，那我又很无聊。然后说啊，算了，剪金人一个小时半跑不掉，啊，不如开台好了，跟你们瞎聊。无聊打工赚。转转蛋啊，就跑完啊，我还是要跑啊。万一以后我就是直接用现成的永久翼前机啊，我现在永久翼84，又都不跑金人啊。反正少三翼举个白烂应该没差。我是懒得献祭，不是啊，我现在献祭唯一的动力就是因为那个啊，面具啊。我在想，我换完鱼妈面具之后，我还不要换另外两个？欸，搞不好我换一换，换到后面准备要换鱼妈面具，啊，那个峡谷那两个帅哥的面具就出来了。啊，有没有可能？应该先拿外面的哦，不然刚刚来不及。我刚刚看到无意背着有翅膀的。你很久没献祭都拿红石，没有红石太慢了啊！红石好，你一个一周三次啊，每次有两个、三个，好，我们算六个。那你一个礼拜六个，那你要多久才能？而且。两个礼拜就一次要耗掉两根。我原本红石七八十个啊，啊，我是这几个礼拜啊，这五个礼拜四个礼拜有在好好的跑。按到数量直接放弃啊，没办法啊。啊，里面最好看的，目前三个里面就鱼妈最好看。嗯，突然有点慢，哎呦。正岛最上啊，对耶，哦，没有，没事，没事，没事。我突然刚刚路线啊，好好好，感谢感谢感谢。
啊，番茄，你去圣岛最上面金人那边等我，我等一下传你。啊，这个人怎么跑一跑跑到忘记路线了？啊，好扯哦。目前待客一单就可以毕业的状态。待客一单，什么一单？你要客什么？嗯，不是这里。啊，不然下次就是复窝全部的人啊！你们去每个地图的各个的点位站好，超懒。我一直做完任务忘记零哦，白痴，你跟我太像了啦。叫，哎、欸，这边三个嘛，还一个在哪里？哦，终点，终点，终点，看起来，终点，这里，啊，隐藏图两根，太累了吧？嗯，我觉得有点。不是可能就站比较麻烦的吗？就像深渊记，又一个在水底下快溺死，溺死，教主快点，我快溺死了，教主。这样子，混蛋会不会死啊？这翅膀的量，快跑，快跑，快跑！笑死！应该可以哦、喔。你好，一二三，我跳。好，你要拿不到。然后戴潜水面具，潜水面具好像不是只多撑20秒吗？笑死！我去补个能量，哈哈哈！啊，爱玩。能多撑一秒是一秒，然后你就会听到说：“哎、欸，利恩，我传不过去，哎，你那边满了，怎么办？”而且都要传送啊，对耶。那我以后就把你们命名雨林传送站 A。 然后就一个说要主，我在暴风眼。我在暴风眼传我，然后一个说我在火丝链传我。妈有病！
开鱼教我的点，我就忘记在哪边了啊。欸，这边的点我真的忘记在哪里，因为刚好每次来都有人要踩，我就跟人家去。白痴哦，姿势不对。我刚才看到那个魔物的消息，哇，武器外观终于可以客制化了，天哪，我要拿回我的片手剑了。我要拿扇子，而且有蓝色扇子了，欸，等那个什么焰狐龙出来又有蓝色扇子拿了，开心。什么动画？欸，这我想试试看，如果在海底传回家再传回去的话会在哪里？它会在每个地图都有一个记录点啊，都有它的记录点啊，就像圣岛它的记录点有三个还是四个，一个就是圣岛上面嘛，欸，没有，一个圣岛上面，一个书虫那边，然后一个海胆隔壁，然后另外一个是那个哪里，海龟那里。螃蟹安安飞到最上面就看不到动画了。你好像很聪明呢。在哪里呀？追追追！遁地就看不到动画了啊啊！你们说的我都知道，哦，不会啊，懂吗？哦，好，蝴蝶好吃，蝴蝶好吃，光之生物好好吃。没错，我就是在玩原神。要跑就不会看动画了。哦，啊，找个人帮我跑图，我挂着就好。对，刻个 VIP， 买个月票还是季票的，然后我们只要接近金人就会自动死去了。哇，好棒哦！不过我更想要是那吼叫花就会炸掉的那种，附近的花就可以烧掉啊，好棒啊！嗯，雪莉安安，高士德安安，一个人跑炸花几率蛮高的，我知道啊，所以我不喜欢人多跑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啊。那时候跟尤里子跑图的时候，两个人炸花机会就很高啊。你只要冲快一点，你速度快一点，你就可以跟上炸花的速度。
突然发现我右边的头发回弹好像有点怪怪的。对，好像怪怪的，因为我压太大力吗？好像有点，我是不是可以升？他有保护，我是不是可以跟官方讲一下，客服？那个游戏酒吧的那个手把。有保护就可以 啊像这样子的话我怎么跟他们说，先跟官方说。我也来去献祭好了，这礼拜还没献。可以啊，礼拜六了，该献了吧各位。跟官方说，他应该会求你寄回去给他们吧？哇哇！然后寄一个新的给我吗？这样比较好哎，因为我这个上面都是垢，都是汗垢，但我每天都在清啊。然后玩这手把，我都会清一下汗垢。有动画，来，一冲！好大声，补一下能量啊！没有哎，他们应该会先查明原因，是人为还是本来就故障？要等5-6天吧。哦，重组剂低能别闹了呢，还没，我还没跑完，没事，没事，谢谢，谢谢。而且就算真的忘了，我也没查啦，之下再跑就好。感谢啊，因为我之前跑的路线就是，先跑完整张雨林。再跑一场，好了，番茄你到了吗？我要飞你了哦。滴连安安，滴滴连安安。啊。已经睡着了，可是现在是海胆时间。嗯，好吧，顺便吃个海胆咯。阿郎呢？好啦，吃海胆啦。你是不是路车？你飞这边干嘛？我们看一下番茄的脸，他已经这样子一季了，他长这个脸已经一季了，看这恐怖的脸。
哇，不知不觉萌新来到了十亿了。哎、欸，还是我带啊？你不是要上班？嗯。他也说没关系之类的骗子。你牵屁手啊！用背的啦。原来教主也有玩啊！每日任务，原来教主也有玩光遇，1-1达成。有啊，有玩。我们想说没客人没关系，然后客人就来了，对吧？我是个萌新。番茄他超扯的，在光遇里面认识了一大堆新的新朋友，然后还有一个大佬，或者是有在卖，麦芽糖早安，谁？你是我的嘴吗？哇！哎、欸，这个人，我稍早好像有跟他吃过。欸、没有。我稍早跟一个鱼妈，然后戴那个黄鼠狼面具的在吃馒头。可他那时候的衣服不是这一件，会不会遇到啊？很像哎、欸。因为一段时间没上了，没事，这一季快结束了，这一季剩不到10天。她就是我说的大佬妹子哦，阿努白鸟，你买她，你跟她买啊，快点啊！我看成大奶妹子哎、欸，天啊！你就要来看我台，我跟她打招呼，快点！就要来看台，现在跟她打招呼。雪鹰安安，早上好啊，雪鹰。啊，那趁他来之前，我用这个麦克风。教主平日什么时候上线？看看能不能遇到，很难哦。你是哪一位？你是仓普还是艾里？我、哦、靠，我忘记你那个骂人脏话怎么念了，安安。仓鼠哦，哎、欸，你今天那一位好可爱哦，那皮好好看、哦，但是不代表我会移情别恋啊。你赶快好好休息吧，你不是昨天开个耐久台，你有没有休息？不会吗？不会啊，哎、欸。你的台我真的都会点进去玩一下、欸，
你的台有时候我真的都是忍不住想要打字的那一种。如果你看到我今天没有打字，那表示要么是爱离开台，我真的跟他比较不熟，也不敢跟他聊什么。是前天？是前天吗？哦，抱歉，因为我现在日夜颠倒很严重，所以我都是以睡醒来算一天，所以我昨天其实一整天没睡，然后我是今天早上睡个两小时起来。啊，你刚刚不是问我平时什么时候上线？半夜2点到4点是上线时间，然后大概保守估计都是5点跑完图。繁星也要挑战妹夫吗？没有，没有没有，哎、欸，你前天我没有，前天我没有跟完台，是因为我那时候在玩七弹大作战。记得改名，对啊，你要记得把鬼名改掉。哎、欸，现在 Echo 对不对？平日很难遇到，基本上教主都是8个人一起站在。没有啦，没有到8人啊。我已经避开尖峰时刻了啊，要带我们的优主播大大跑。其实我不知道他有没有会听记录档，我真的很怕是。他，我也讲了嘛，他私下有自己的游戏想玩还是什么的。那光遇是他特地来跟我玩啊，可是我觉得每天带他跑图，我觉得一直占用到他时间。看，可能他打完他的积分，然后可能也是4、5点，我就问他说：“你能跑了吗？”他、啊、有时候可能就是没有回。那、啊、有时候就会很晚才回，说可以的、欸，但是还是在忙他自己的事。啊，我都有冲动想说，不然你账号借我，我用Switch开。可是又想说，以他的个性，他会想要怎样？对啊，就可能跟呆鱼一样吧。呆鱼他的金主那边是他帮忙跑，然后他金主偶尔会上线这样子。好想玩七弹，你还没买吗？你要不要玩？诺英也有玩，达达也有玩了。不过真的会被那些玩二代的人虐，是真的啦。毕竟我们要习惯那个陀螺仪。教主，我挂台玩游戏哦。好的。没了，好，我信你个鬼！番茄的骗子，看来作息调不回来了。哎、欸，还好哎、欸。你刚刚在 YT 的那个打字的顺序是？哦，我好想玩。哎、你想玩光翼啊？那看了一下，哦，七弹，居然是七弹。你没有 Switch 啊，大哥该买 Switch 了吧？我想诺英的 Switch 也是我干爹送的，好扯。但我也没有资格说啦，我有个干爹，他送了我 H 卡，又送了我。阿尔宙斯，我觉得他好伟大哦。那个干爹的女朋友现在在聊天室出现了。你想要干爹啊？竹子贤贤在吗？竹子贤贤，快点！小仓也想要一台，而且我那个干爹他是送诺英最新的 Switch。那個、白色机壳，对啊，因为我很不好意思，一直没说让他出钱，因为他每次要送就是送那种，靠，
超大笔，不吧，超就实用度是实用得到，因为你看，毕竟截取卡是每天都玩游戏一定会用到的。然后又送我阿尔宙斯啊，我玩那种游戏又是可以玩很久，所以他觉得很划算，买给我很划算这样子。我说不是这问题耶，重点是很贵耶。我为了这边都好看，我为了让这个游戏划算买的值得，所以我那种游戏都会玩100个小时以上，等于是你一个小时只花10块钱。好了，回家。对，番茄，你朋友嘞？大老妹子。一台 Switch 加截取盒15000吧。对啊，而且我那时候的截取盒是用那个动森那一波。意思就是在疫情刚爆发、动森刚出的时候，一台8000-9000的 Switch 涨到15000-16000。他说他带他弟等等应该会来哦。有口安安，小鱼，你现在来玩的话，我真的可以带你跑了。我很努力的有在学跑图了，我现在长大了，你现在跑哪边我都可以陪你跑了，我进步了很多。繁星在玩光遇耶，2-1，对啊，在玩，可以加我吗？怎么是说可不可以加你才对，总是我加你，你这样子顺序不对哦。你要说，请问繁星，我可以加你吗？不是，请问繁星，你可以加我吗？这好像是我应该要加你一样。我知道我要去哪里了，我要去峡谷中央等你。华行弹药船没有，你要去的地方是那个啦，圆梦村那个小房子上面的那个点。我很怕翻车是翻那个点。你问繁星我可以加你吗？哦，可以。你叫什么名字？是你有在玩吗？会不会又是一个阿努白鸟号啊？我最近加了一些新观众，我的新粉丝一大堆大佬，吓死我了。你要陪我玩，来。我不玩没时间了，没事啦。如果你真的有玩，我觉得光遇很美，但是一直没玩。对，光，因为这游戏没有打打杀杀，有啦，有被杀，但没有不能打人。这游戏就是都在跟别人互动啊，它其实就是在推广说跟人跟人之间的那个啦，互动，互相帮忙啊，有的没的之类的。但是还是有些人就是孤僻嘛，啊，就觉得说不需要朋友，自己玩得开心，也有这种啊。然后他有些任务就是要让你交朋友啊，你没有朋友的话，你有些任务完成不了。我觉得那时候作者用这个设定，我觉得真的很棒。你看，美美的城，漂漂亮亮。这团应该都是老人，从很久看到你的影片。下次猫哦，对，如果你真的有兴趣要玩的话，我们这个游戏在万圣节的时候啊，它有出猫咪的头发，然后猫咪的披风什么之类的。就是这游戏有个特色，就是它就是披风外观蛮好看的。我可不可以加繁星好友？可以，好啊，可以。我等一下，你很新手，哦，没事啦。送火还是可以送吧。那个谁，许先生啊，你可以跟我说一下你的昵称吗？然后 Sandy 你也是。那小仓，我现在做的就是，你有没有看到我这个画面放大？然后上面有那种
一条一条很像半圆规的东西。这个东西就是我们所谓的翅膀，然后累积到一个翅膀可以再加一个。那我们就是会我现在看你看哦、喔。那你那种念微吗？你看我现在背后的翅膀现在是被补满了。现在是五个小的五个框框，对不对？然后你看我飞一下，我飞一下之后，你有没有看我最下面那个少一格，还有被补满了。然后这游戏就是人跟人之间，他你看我帮他补有没有？他后面这个披风这个在，因为我们互动可以帮彼此补能量。然后就是我们只要每挥一格，后面的东西就会少一个。他以为我萌新吗？白痴哦、喔！我不是啦，他真的以为哦、喔。我还有这个嘞，你有吗？我有爱心哦、喔，你有吗？我骗到人了，是光遇好友吗？你要怎么加我好友？我等一下 QR code 出来。对，等我跑完这个。我想说他怎么掏出白蜡，他干嘛想带我跑？然后我看他怎么清出来没有爱心，我就说：哎、欸，我有爱心，你没有哦。对，你们等我一下啦，等我一下。其实之前都有人在聊天室，不留言嘛，留言或是在那个粉专还是哪里都有说，你们可以加你好友吗？我说，你可以等我开台的时候来问问看，对不对？很合理吧？是我的粉丝啊，就该好好看我的台啊。你终点捡完传我？没有啊，我要圆梦村。我等下圆梦村再传你。可是我圆梦村也要一阵子哦，我还要捡那个。影视那边啊，不然我等一下上面那个剪一剪再传你好了。只是我爸在叫我休息，你先去睡觉啊。好了，我赶快好不好？你这样催我，我很怕哎、欸。那就是你们没有缘分了。哎呦，好了，我等一下叫，我等一下叫。繁星也有玩啊，对，今天第三个了，要不要顺便加好友？啊，对。没有没关系，好啦，等一下喔，这樱花真的人还蛮好的，应该加他。如果他是妹子的话，我们应该加喔。
我应该在这边放个记忆蜡烛的，提醒人家哦。我小心会翻车。难道说是最近影片吸引新观众啊？没有吧，我很久没有拍那个嘞。等下也有人不意外。啊，确实，这边我就不会飞了哎。好丑，好丑，好丑！萌新，萌新认真飞，萌新。上不去，好烂，我好烂，完了要下去了，啊，卡到烦死了，原来是我哎，社群照片来了，哎，我那个社群是干嘛？他怎么拍我？欸、你要帮我讲话是不是？哎、欸，那你也帮我讲一下哦、喔，你帮我跟他说一下。你说，我 Switch 不好打字，请他来台上跟我讲话。你帮我说，帮我说，帮我说，拜托。你谁？你是谁？等一下，你是谁？为什么会撞到？我可以加吗？可以，但是你是谁？我不知道他是谁。啊、靠腰，按到。你请他到我聊天室啊。佩佩，你去上面帮我踩点。我看一下哦、喔。好扯，你是谁啊？你没有，你请他到我的聊天室啊？怎么串到的？你是妹子吗？哦，还有小仓，这游戏。很多会师都有玩，要打字吗？要，请打字自我介绍一下。欸，我从来真的没有遇过会串到的欸。他说他有在看台，等一下你们认识哦、喔。你在推我坑吗？不是，就是你会发现可能你身边朋友的妈都有在玩。就像那个谁，就最近在玩的时候，有些 V 他就说：“哎、欸，我妈有在玩欸，这样子。”你叫奈布哦。好，等一下哦。来，现在开放加好友时间。不过，我看一下哦。邀请。哎、欸，不然奈布你先好了。来来来来来，这个串到的太厉害了，先让他优先。奈布，等一下你就画面暂停啊！你画面暂停之后，像这样子，你画面暂停，然后这是你的邀请码，然后刚刚 Sandy 跟尾嘛，对不对？好，这个是奈布的，他如果跳掉的话，你就拉回去，然后尾，三生还二生。日尾吗？哦，看到，不搞。尾，好，然后来尾，这是你的。服了。
哎、欸，对，不要抢别人的哦、喔。喂，嗯，你眼睛有看到、喔？哎呦，那么厉害的吗？ 挂掉了，没错。但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啊，你有在看台，你就你那么会串吗？你是刻意来串我的吗？哇，是的哦，天哪！我想说，我这身萌新装，然后十亿怎么会骗到一个人？可恶！ 我不会啊，可以用王子吗？可是我是 Switch 哎、欸，没有，现在加不了，现在它出现错误啊，我加不了。对，我是捡金人而已哦，所以等下去传番茄。好了，感谢奈布加入我们的，哎、欸，不是兔，抱歉。啊，恭喜恭喜！ 对啊，这个有时候加好友会故障啊，你再等一下吧。没有没有，他在送出好友之前会给一个新的 QR code，你刚才收到，是忘记加我了吗？不是不是不是，他就是点不开啊，不是忘记加啦。刚刚要加的时候他一直出现故障啊，不然换你嘛 ，Sandy 好不好啊 ，Sandy。 S A N B Y，你看哦，送出，你看，创建故障，伺服器中断啊，对不对？这个不是我不加，是他没办法加，那我也没办法，没有晚点，我还在跑，我在跑金人啊，等下跑一跑，搞不好就好了。 哎、欸，我拐到一个妹子哎、欸，小鱼你看，拐到一个可爱的妹子，好讲一下哦、喔。这游戏的发型，如果是妹子戴樱花或是双麻花的话，我很爱。你要上班？没事啦，你就……我其实最近可能开光遇台的机会会变多啦，原因是因为我会跑图了。<笑> 啊，原因就是因为我会跑图了。之前还不会跑图的话，可能会被嘴啦，被教啦，就是觉得啊，我就当充电宝当很久没。啊，现在会跑了就，就觉得说啊，我跑我的，我爽就好。我也是妹子啊，更何况我有啾啾啊。你赶快上来，我还没加你好友哎、欸。 啊，如果你们有玩光遇啦，真的想认识新一些新朋友的话，啊，如果经济能力允许的话，可以加底薪啦，因为蛮多测试服或是一些，啊，不是要骗观众进来啊，是真的啦，我们这边还是有几个在玩，然后都会互相帮忙啊，或嘿，嗨等安安。 这样就拐到不少，像泡泡也是被带鱼拐进来的、啊。那天就是坐在我们的餐桌上面聊天聊一聊，虽然泡泡说他本身就很有意愿想加进来。哎、欸，等一下阿奈布，你有你是要跑金人吗？还是你要干嘛？我要回去了，我要传番茄，他快哭了。 好啦，之后有遇到再玩，啊你要常出现在聊天室打字嘿，好吗？好吗？我们之前有一位叫血血的妹子，我一直跟他讲说，你给我常打字哦，不然我会忘记你是谁哦。哎、欸，番茄，哦，看到。地板真凉，我不是叫你跑屋顶吗？你怎么会在地板？
哦，你好棒哦！哎、欸，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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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番茄你好棒哦，番茄！等一下，等跑完峡谷，我再点一次吧。啊，请对我有点耐心，也要尊重我，有礼貌一点，不要让我的 mod 难做人，好吗？有一位是最近生日的，啊，他人很好。 另外一位生日很久了，他人也很好。那我要去滑行赛道前等你吗？哎、欸，好啊。西安安，早上好。先跑哪边？等一下、喔。 一只小熊熊安安，啊，今天没有打日麻，有熊熊拜拜。好可惜红蜡不能买，它就是因为不能买才稀有珍贵啊。你看，如果红蜡能买的话，番茄那三个面具早就第一天就买到了。你看，他就算买到，他也会说：“哎、欸，教主，你真的要吗？你要的话，我买了哦、喔。”有的时候我会想要啊，我都会说我想要啊，然后他就会想买给我了。那要委婉的说，不能说。 哦，我要啊，你买给我好不好？这样子不行，我们要就是做人还是要有那种绿茶一点。嗯，我很想要啊，没关系啦，我自己来就好了。然后番茄就会说不行不行不行，你要交给我来养，这样子。哇，很懂我，能买暴风圈就再见了。对啊，因为这款游戏就是也没有卖一些会破坏平衡还是什么的道具啊。 他卖的那些时装，就看你要不要，好看你就买，不好看你买来放衣橱收藏也好，对吧？就是不会有那种你氪金，或是要抽什么手抽之类的会破坏。比如说啊，你带了这个披风啊，你飞的速度会更快，像这种东西，这游戏不会有。 繁星大大买给我，我跟你讲，番茄快买给你了。繁星生日不是后天吗？对啊。啊。 唯一比较特殊的应该就是办公室斗篷了。办公室斗篷就只是进去玩而已啊。我当时买也是因为里面的蜡很多，然后当时想说啊，帮忙负担一下那蜡烛好了，就跟我朋友就说，不然我买，然后我们一起进去，我们一起吃蜡烛。 Switch 的披风跟头都很好看啊，林克头跟正电副店拍的那个，我看不到惊人哎、欸。好啦，我走了，我走了。不是啊，他在赛道的第二个好像通道的位置啊。番茄会女装看不出来的，可以不要跟我说什么恐怖爱情故事吗？不是恐怖爱情故事啊，恐怖故事。 我最近一直在听那个、啊《让我为你写一首》，我为你唱一首。一程短途，让我为你写一首恐怖小说。需要的话，我可以带你去办公室。我有啊，我有披风啊。我在当萌新的第一个礼拜，我就买披风了。你说我扯不扯？ 我想，今天如果我真的一直都很有，不是也一直都很有钱啊，就是，就比如说我在玩那个剑灵好了，我真的不会选择要强化自己，我都跑去买时装，所以我同价位的时装之类的，他们说你这样就可以冲到多少多少，可以单刷副本的、欸。
我说可是自己的角色看得舒服才重要啊，对吧？看得重要，看得舒服才重要啊。那我去星末站点，星末，不用不用不用，靠太后面了吧？你去方舟，你去方舟等我。哎、欸，也不用哎、欸，你去那个好了啦，你去深渊记，你去游泳的地图等我。去木土右转，直接的那个要游泳的那边等我，我去捡个金人。当我为你写一首不小说。金墨在哪？我要串。金墨哪里？你要串？还没啦，金墨是最后一张图了。不然你要串的话，你去那个啊，你去深渊记等吧。你看这个时间有多少人会跑深渊记？你去深渊记的最上面那个塔等我。你也不用串啊，如果你真的要加好友的话，等一下如果修好的话再加一加。啊，那个 A 什么风？你还在吗？哦，你还在。珊瑚安安。起承转合啊，对，我还没去用Twitch的东西。我想说还是我就是生日那天开Twitch，对吧？诶，不是，又不对，生日那天开Twitch，然后对啊，我应该问杰克或小雨。你回来了，安安。刚开加班，我就说加班死的不是我，是电脑。怎么了吗，教主？不是啊，我想说你不是等一下要出门？你几点要上班？你撑得到我跑完吗？不是跑完全毒啦，就是撑到系统好吗？真是加班台吗？你说跟隔壁一样哦？不然你给我钱，我去加隔壁的班。没法啊！你几点要出门？你还没回答我哎。让我为你写。两点的班那很久啊，可以啦。主播要加班吗？没有。是。等冬天再说好不好？现在秋天有时候时不时会突然飙高温，指的会是电脑，不是我。对，你们可能看着我，看着别人加班很开心，啊，我看着我是电脑可能会烧起来，然后就失火了。因为听到那种哦，奇怪，为什么在繁星台听到烤肉的声音，吱吱作响，对吧？可恶！我上次开了11天快暴毙，我知道啊。那我说你在干嘛、啊？太辛苦，而且我觉得你们比较难过的是，你们的门槛都设比较低，然后时说设很长，对吧？我觉得你比较辛苦是这一点，因为有些人就是，比如说你抖100块，然后是300块加一分钟。有些是这样子啦，所以他们大概可以在几天，四天赚到别人十天的钱，类似这样。那我就不一样咯，对吧？1000块加3分钟，啊，练财。
我低门槛高时速，不是我啦，我是说有些，而且有些人会把那个睡觉的时间也暂停，睡觉时间暂停，我都觉得这才是真的是加班台啦，不然你睡觉也算在时间里面的话，虽然会说加不完的台啊，啊，不过也是取决于观众给不给你加班啊。你看有些也是看到你加班快没有才给钱。啊，你如果睡觉就是暂停，啊，快没有的时候才会加，也差不多的意思。频道可以活久一点，但我其实那时候赚的还不错，那很棒啊。有没有打算再开了？啊，我们隔壁有个朋友，他二月初的时候才加班过，然后也1000多小时。啊，他现在生日台又开了。我有点替他担心，他可能又要有快2个月见不到我，有只怕没人看。对啊，就是有时候会觉得说啊，你观看时数5、6人，哎、欸，撞到了吗？哎、欸，好像撞到了、欸。嗨，你是 BP 吗？看来又撞到了，厉害了。你看，就这时间去跑一些没有人在的图，是不是就很容易撞到？真的撞得到哎、欸，好猛哦、喔！安，我在这，不是哦、喔，所以这是另外一位，是不是？你是西吗？哎、欸，你是谁？请问这位是谁？聊天室的，所以认错了，西，哦，点头。啊！我进化啦！你要直接用蜡烛票？你确定哦？好啦，我觉得这个也好啦。这是哪？你也要去？这边叫深渊记，你先别。你是不是因为我刚刚说我喜欢樱花，你就用樱花了？我要对你飞吻了哦、喔！不知道，他在木土右边哦。你还是很萌新是不是？这个吗？当我为你想一些，啊，其实你有7亿了，养我。你要解锁到对话泡泡哦，好，好，感谢，很会赌，很会赌，太厉害了，太厉害了。我可以强暴了你妹子的，你看，仓虎，你看这游戏最棒的东西，可以抱抱哎、欸。有时候看到人都会手张开，然后就自己抱过来。你很少在当地地方，这个是今年年初的季节地图。然后它这个游戏也可以背背啊，你看，来番茄，来背背。可以这样背，好啦，我去跑图了，我先去跑图了，我看一下哦、喔，我再试试看哦、喔，手游 SANDY。哦，可以了，来 ，Cindy， 来 ，Cindy， 来来来，这是你的，请按下暂停，这是属于你的 QR code 哦。啊，我刷3哦，1、2、3。哦，没有接到的话自己拉回去。那喂哦，喂喂喂喂。哎、欸，对啊，如果仓普你真的要玩的话，可以跟我说啦。
我在带你玩。又发生错误，是不是要加你都不行啊？你要站啊，别我帮你站。你真的要的话，哦，我想一下哦，木土哪边我不熟，好像还好哎。你去镜格右边那张图等我好了。不是，我也可以拉你进我的 DC 群啊。来来来来，如果你真的要玩的话啦。接到了，好，那你先加。是地下室，哪里？哦，对，就是镜格进去右边啊。不过等一下啦，我还没要到。有接受到邀请，镜格右边，对对对对对，可以啊，等我结束缩图地狱，没事没事，这游戏你刚是新手的时候可以24小时里面有16个小时都在玩这款游戏，我们当时就一群干爹在集体进来玩，又不睡觉欸，看在 DC 群他们。还在光遇里面走来走去的，为难过了，没事啦，我努力好不好？不，现在比较急的应该是那个月吧。Sandy， 妹子，来吧吧，樱花妹子。要死！反正觉得那个副科值得换吗？我好纠结。可以换啊，它有另外一个披风，另外一个披风它的灯泡不会亮。这个是披风会亮灯泡的，另外一个披风不会亮。你看当时马同学，然后我们这边有一个叫西敏，还有一个叫樱桃，但他没玩了。那时候樱桃。他几乎没睡，每天都在，几乎没睡哦，一直泡在上面，然后一直被我骂。啊，这边我是用那个啦，弹射啦，不过这边 Switch 我现在没办法。嘿、hey, 我赢你了你是要解锁什么吗？道主，我得先去公司先下了哦，抱歉，那你下次我如果有开类似 Switch 或是闲聊杂谈的话，你再来问问看我，你再来打招呼啦，我再来加你，可以吗？啊，什么东西？没有，就来看看你。哦，老凡，嗨，你那个东西寄出了吗？拿一把手给我。哦，纸伞呢？我给我。啊！叫你给我手，终于报关了，有齁。你是要解锁到抱抱吗？你想要一阶还二阶？我都崩溃了啊！没事啦，心意到就好。你看，两个小可爱在那边抱抱，可爱吧？啦，你陪我去撞一下龙好了。然后仓浦这边，这游戏最恐怖的，也不是最恐怖啦，会咬人的生物，我带你去看看它。你要去上班了，好啦，拜拜。好，不管你是男生还是女生，你戴这个斗篷，你戴这个头发啊，我们就是朋友了。好。
我是男生，跟你当朋友，你可以叫我男朋友。等一下哦，应该够。八个头，我回个能。啾啾，你要不要加我 FB 或 IG？ 你加他 IG 啦，他 FB 没有在用。你知道我的照片出来之后，看到他竟然回应我，想说哇，好久不见呢。YT 和光遇只能开一个，没事啦，你就等一下啦。啊，请问那位，怎么来了？那一步怎么跑来了？我跑来卫龙了。啊，怎么又一个跑来了？在干嘛？如果我私下再带，我私下如果都是三四点那时候在跑图的话，就不要传我了、喔，因为我那时候也没有空再回你们，因为就是赶快跑图，把图跑一跑，然后让优主播去休息。对，跟你们说一下，我加你们好友也还是有个，还是个啊游戏规则。啊，对，菖蒲看一下，那只黑黑的条状物，这只在这个游戏叫做鸣龙的生物，它会攻击玩家，很凶。看起来好好吃，对，它叫皮皮虾，它被称为皮皮虾。那这个游戏还有东西叫螃蟹，我等一下带你去看，有地方有烤螃蟹。赖安安，嗨，如果等一下被锁的话，那一步你要切后台哦啊。然后这张地图还有地方可以烤螃蟹，你看这边就一大堆，你看骨头，这边看起来就是很恐怖的地方，我跟你讲，在两个月前我还不敢跑这个地方。来这边看烤螃蟹，然后这一次竟然更新可以救螃蟹，还会冒爱心。冒爱心。那这只螃蟹在那个其他地图啊，除了这个萤火的螃蟹不会撞的，其他地图的螃蟹会撞的。它总会有这个烧的图案，好可爱、喔。Go three， 不是你们两个狗怎么又来了？怎么有两个兔窝的跑过来啊？对啊，如果你们加兔窝的话 ，ID 后面会有个兔子哦、喔。那一步走吧，把手，给我手。半路一下，不许哦，没办法，你们路可以啦，就是我也讲啦，我不会打招呼，我就没办法打招呼嘛。像现在开台，或是我在用 Switch 玩的话，我就顶多八八八八八这样子。就没办法打字。
没有，对，之前螃蟹它都是穿过去，然后它不能放下来。那前一次有一次更新，它把螃蟹可以放下来，看一下而已，可以啊。你看，这个大老远穿过来的妹子。哎，我们刚刚在。哎，这个是在峡谷串到的，对不对？那西的话是在那个哪里？真渊塔顶遇到的，对不对？哎，那部你去救人是不是？哦，没有，我怕又穿线了，换线很麻烦、欸。我们发挥我们的同事爱，不同事爱，我们的友谊。干嘛？你不要跑啊！你不要跑啊！我们不是怪人啊，怪人现在睡觉啊！啊，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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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走。他是不是故意要弄无意啊？哎，对呢，那一步，我们是不是做了坏事啊？哎、欸，我拿过了，靠，哭啊！我那时候想养小号的原因是两点啊，第一是杯杯的时候有白蜡嘛，二是因为有一些陌生人任务的话。啊，我平时时间比他们还要多，我可以那个再去找你们，或是找个朋友的朋友，这样也可以。我说，哎、欸，你有朋友可以帮我解个任务吗？这样子。那像我的小号就没有加幽离他们的话，我就可以直接开小号去帮他们做。你不要过来呀、啊！对呀、啊。啊，要干脆全拿完吗？想说进格还是跑的时候再拿，反正又不急啊。啊，算了，进格跑图的时候再拿好了。有没有活人啊？啊、我们萌新快跑完地图了。我那时候在捡那个塔上的那个城墙上的那个蜡的时候，然后有人就开门了。可以再试一次吗？我不是在催，我是太期待了。等一下，我说过跑完啊，跑完这一张嘛。啊，谢谢那一部的充电啊，谢谢。好了，回家喽。
所以，对吼，那一步是在塔上，对不对？爸爸在那个峡谷，对不对？一直尾随的那位吗？嗯，看一下哦。啊，不好意思，如果你要送东西跟我互动，请站远一点。按错。啊，有了，来，那个你按暂停，自己截图，我刷三哦，一、二、三，那你没看到你就回放吧。啊，不好意思，没有那么多空位，不，没有多时间。刚是破图，哦，发信一下，发送。拍完，好。番茄，抱歉，差点忘了。你要去庆阁串串看，没事啊，这边。你放一只猫在静阁，没事啊，他会好好的照顾自己的，他会好好的穿女仆装啊，然后拍照给利恩的啊，我们不用担心这只猫。啊，跳，那个谁，小怪你想要加吗？就叫你小怪吗？要的话我就直接下一家。好了，我要穿回原本的衣服了，已经不是萌新了。然后这就是换装游戏仓普，不过有些是绝版的啦，有些是以前的活动，然后它的一个叫做毕业礼的东西，啊，如果错过的话，理论上是没办法再买到啊。但有些是错过之后还是有机会，就像这个东西，就是流浪旅行商人，他会时不时两个礼拜会回来。一个曾经活动的 NPC， 然后你就可以你就可以跟他买动作，买披风，买面具。最近扫完了，不要赞你好友好了，没差，我的好友已经是满出来的啊。干嘛？你干嘛？喜欢换装，对吧？就像我现在身上这件叫做小王子披风，它是去年跟小王子合作的那个季节的时候出的点数商品。那这个不是 NPC 卖的，这个是线上商城买到的，所以它复刻几率是有啦，但是不高。不麻烦的话加谢谢。欸，你不要一直扒啦，很吵欸。小怪，
小狗。喂，不要扒啦！哎、欸，不好意思，错误。抱歉的错误。好了，再捡三个金人，四个金人就休息。啊，换游戏，换游戏。等一下吧，拿更新。不会麻烦啊，就只是系统在搞。哎、欸，还有就是你刚刚的行为很吵哦，可以吗？你这样吵到番茄了，他这样生气。你在飞什么？等一下哦。丢你在家吗？你们不是平时互动都是你在家吗？没有，我在你心里。你们要玩什么？是想玩什么吗？抓鬼恐鬼症啊！啊，番茄不在。等一下，这该不会是观众吧？在堵我吗？你是谁？可以帮我买杯奶茶吗？看来不是观众了。好，我走了，拜拜。还要玩七弹吗？想玩啊，可是玩七弹就真的只能一个人哦、喔，这时候没有人。那时候跑一跑，发现这边一个小小空岛，我想说，哇，这边好像也是一个可以拍照的地方。因为当时哦，刚刚讲一下，这个披风就是我现在在这张地图，这个我们叫季节，就是我们三会有大概三个月左右的一个季节。那这是小王子的地图。应该只是挂机，我想说你们都在开在堵人了。我为你献丑。小王子星球上方没云了，没云，有没云？你是说要花台币过去的那边吗？我跟你说，那位观众他开光遇的时候 ，YT 就光了，听不到你说什么。刚那个小星球，嗯？哎、欸，那他们。啊，番茄，你那个朋友嘞？你说什么？他开光遇的时候，哦，你是说尾哦？那他该摆那个 YT 会员？
哎、欸，你怎么跟他讲的？你拿椅子哦、喔，还是你加他好友？哎、欸，你看，好了，收工收工。刚那小星球怎么了？不知道，我是最近才开始跑金轮的啊，所以我不知道那边原来有一座小岛。哦 ，YT 和光遇不可以同时开哦，好吧。那你知道用电脑看了，或两台手机。然后，汤普我不是个子矮矮的吗？其实这个是这个面具的魔法。然后当我换上其他面具的话，就会变原本的身高，我这么高。那他游戏可以抽身，就是唯一的赌博系统就是抽角色身高啊，不是唯一啦，就是他有抽一些其他东西，但是身高是用抽的，对，这才是我本身的身高。然后我戴上这个第二个面具，就是这叫矮人面具。那如果你要玩的话，我可以动用我的粉丝之力，想办法让你一两天内拿到爱心。就是他们都给你一个货币叫爱心了。你看左上角不是个蜡烛爱心跟橘色蜡烛橘色爱心吗？那他换的东西就是白色的爱心。白色爱心你要透过跟先祖那个解锁更高级的东西，就可以换用三根白蜡换到。所以爱心是用三个白蜡换的东西啦，啊，我们也可以就是，比如说我送给布布好了，送给他这个，你看他说你确定要用蜡烛换一个爱心给朋友吗？这样子，对，然后你也可以，然后他对方也可以用那个蜡烛回应你嘛。我们叫所谓的互信，互相送爱心，啊，也可以就是单纯抖内，就是我给你，你不要给我就好了。矮子面具怎么拿？你要解锁那个？没事，没有啦，白痴哦，你在偷看台哦。矮子面具是要与你。这个你要雨林的先祖，这个我猫猫的这个就是矮人面具，然后他有20颗爱心。我那时候因为没有开放跟粉丝观众弄，我只跟几群小灰狮，所以我那时候是花了快10天才抽到矮人面具。等一下哦，你看这颗面具就是换不到的面具，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毕业面具，这个是拿不到的，很帅，但拿不到。你要干嘛？可以一个人送一个。对啊，就是不用啦，不用啦，不啊，你不是萌新，你要给我什么？不用啦不用啦不用啦，收着收着收着，把爱收好，这样我就是抖内的代表。你呀、啊，晨晨，目前我这边有几个会持续给我的，一位叫晨晨，一位叫小刺猬，然后盼盼、利恩，然后呆鱼，你看，就是好，这边刚好有这个，你看这位。各位小可爱，就是都会给我爱心，然后这样就爱心又加一，这样子。啊，他们说这些都是心意啦，啊，我也是收得很开心啦，毕竟这个东西越多，我看起来越开心。你看看我的脸上都有笑容欸。然后我现在在做的动作叫做回火，就是回复心火。就是看到他头上有那个有个
两根蜡烛互相碰撞，对不对？你就点下去之后，它就会从一颗小颗的，你看，原本是你看哦，培根这么小颗的那个嘛光圈，然后点开之后，它就变大了，表示说你今天点过了，然后它也收过火了，对吧？你今天点过它了，那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小小颗的，小小颗的东西射那个东西射出来，你点下去，等等等。你点下去不散开吗？散开就会变成爱心的类似碎片。那碎片就是你也可以就是靠你加很多好友，然后你就靠着碎片，也可以拿到爱心。难怪想说怎么那时候没有加好友。嘿，教主可以跟小号互星吗？好啊，你小号是不是偶尔都不会回我火啊？我看我回你火，你都没有回我火，哎，啊！啊，同学，一，是这一位吗？修改昵称。等一下，西是在塔上的啊，挂号塔上妹，塔上录音，哦，不是他哎、欸，等一下。我记得我有两个叫西的哎、欸。等一下，因为我那时候再稍微整理一下我的好友，等一下我看看。哎、欸，哎、欸，好像是哎、欸。然后，像如果对方不在线上，你可以远端这边丢爱心给他。那这个有个缺点呢、啊，就是如果对方一直不收的话，然后你就不能再送给他了。哎、欸，总共多人，靠腰，看到没有？这些，等一下哦、喔。哎、欸，他应该在聊天室。然后，这是谁？伊莲哦，干爹干爹。然后观众，然后干爹，然后干爹，你看。可以加我好友吗？可以啊，你看这就是兔窝，兔窝那个企业集团，我要去干架了。你干嘛？好宝宝，哎、欸，你不是新手吗？你这些存下来去弄那个啦，你这个存下来去弄永久翼啦，你去解锁。也是我先主用了，不要弄在我身上了，我认真。雪鹰吗？弄一下哦、喔。雪鹰，嗯，哎、欸，来，雪鹰，请按下暂停截图啊！这是你的 QR code， 原来是干架的部分。我有一套干架装啊！啊，我去穿一下干架装。等一下、喔，我关成天黑，太亮了。我来戴上你们的黑面，我来干架。你干嘛？你冲他小，你干嘛？怎么会？怎么裂掉？
看家就要穿帅一点。不。干嘛啦？接下来是那种欧若拉吗？啊，这就是，然后姿势摆一下，大哥的姿势。哦，这样子。啊，感觉是谁？汤普会比较喜欢这个。汤普是不是比较喜欢这个发型？还是你喜欢这个？如果你喜欢这个的话，他万圣节会卖这个帽子，这个发型，巫师头。那个巫师吗？那巫师这个脚才是万圣节的啦，但是这个脚有点太小了。啊，很多人都是戴这个圣诞节的，对，然后巫师其实是很大很人气的面那个头发，你看、不管是小还是大都很可爱，对吧？都 B， 然后还有万圣节披风。不过这些刚巫师这个东西都要台币啦，台币能解决你就干就不用解决了，干嘛？不用啦，我跟他讲一下，他插在哪里？哦，在这找到了，有点像是正在意互动的季节，很多种。很庞大，我知道啊，不是听说不止五个先祖吗？听说有七个不是吗？可爱啊！老实可以老实的说，巫师身上都是钱，就是万圣节都是钱，也不是说都是钱啊，好看的都是钱。也不是这么说，就是像这个我们可爱幽离子的脸，很小黑面，像他这个我记得就是蜡烛换的吧，这个好像蜡烛换的吧，这个是巫师的女巫头，但是我觉得有点太微妙了。然后再配女巫，他其实有个女巫的衣服啦，但是我觉得真的太瘦了，不喜欢穿。不，太瘦了。这个。万圣节有副科披风，感觉会刻下去。啊，会啊，一定会吧？怎么可以不刻？怎么可以不副刻？那有个东西也是很多人在等的，因为去年很多人没有买到，他们觉得很可惜。就是我先换一个基本，这个是平时就换得到的头，然后。这个草帽，欸，是几号啊？二十几，反正这个草帽快拿出来卖了。这个草帽可爱哦，这草帽真的很好搭欸，很万搭欸。二六，不是还会延长一天吗？然后这是马尾，你是在用封面图，或是叫你看，是不是很麻烦？
然后这个马尾是我第一个换的，但是这个双马尾是我用最久的，可爱呢。梁伞也很可爱，可是就是它撑起来有点太大了，我还是想要纸伞。我买啊，全身黄黄的。那时候说我是黄黄战士。噔噔。不是有巫师帽魔法什么东西？你说我还是什么？肉徽章吗？番茄叫你了，番茄。有人提到魔法，有人提到徽章了，番茄。可以让鸟带带看，我让鸟带带看。但应该是今年会加入方舟放手，如果是官方运营报告，徽章没有带着。其实我可以不带徽章。因为没贩卖魔法的部分都很少。啊。好啦 ,12:30 了。跑图也跑。哦，其实蛮快的诶。今天没打算3:00跑图，哎，你跑图才会带哦，啊，不跑就不带了，就那么任性。然后我们光遇啊，年底左右会动画化，你相信吗？这种游戏会有动画？今天上到晚上10:00啊，真的假的？好吧。如果昌普喜欢樱花的话，明年情人节啊，樱花季的时候也可以买这套。等一下哦，帽子摘掉。当时。我在玩的时候，米娅有刚好问到，我就刚想说，有双马尾，米娅要不要玩？就他要进来氪个金，想要氪个金，但是没氪金，然后就没玩了。这个樱花，这个发型啊，上面兔子不是，上面兔子也是，26号左右的时候会跟刚刚的那个帽子一起卖，啊，兔子是100块台币。那这个披风跟这个头发是那个樱花季卖的，可以来测试一下 QR code 吗？失败就算了，你没有加到吗？真的好可爱，对吧、啊？所以我刚刚才会说，如果有人戴着那个樱花帽的话，樱花头我会很开心。来。小怪，你雪鹰你加了吗？还是刚刚小怪小鹰不不不不，那雪鹰加了没？小怪，你说怪怪的，可是我刚没有加到吗？等一下，你们有印象我刚有加小怪吗？我刚失败哦，哦，好好，抱歉，抱歉，抱歉，压到已经破乱了，抱歉，抱歉，抱歉，我有玩家，好，来，小怪，这是你的啊，3、2、1，我那时候听到陈导的那个歌，我就觉得哇，还是圣导的歌。鸡皮疙瘩、欸，
真的哈。然后他其实有很多恶搞的发型啊，就比如说这个小飞象。然后还有这个，爷爷头嘞，在这。他就有很多很好笑的发型，啊，有个光头。然后他有一个很骚的姿势，反同样的姿势。不同人戴，哇，是差很多。果然，这个世界是看外表的啊！不得不说，我很喜欢这一套。啊，这样。好了，我们再来要干嘛？啊，你会不会也喜欢这个？这个叫正太头，看一下可爱一点的。这个正太头，哦，正太。可爱哦，应该你对没有嘛？我说他的发型啊，他发型是这个，不是哦。这游戏如果你矮都是正太啊，长高就不是啦。那他每个发型都有他的名字，啊，这个你对正太还好，哇哦。好，聊天室有没有人玩七蛋的？我们来加好友玩吧。可是正太头长高蛮好看的，高矮都好看啊。啊，我偏好矮啊。我偏好可爱啊，我喜欢可爱的。总裁头，哪一个是总裁头啊？这个吗？这个吗？总裁头是哪一个啊？谁的隔壁？绝对不是这个。大狮子是利恩喜欢的啊，这个吗？或是利恩最爱的啊？啊，这个啦，这个好了。看他在亲我，哎。
看屁呀、啊！你加不进去，我飞你啊，飞过去找你啊。不过有点尴尬的是，我要先找得到你。我要先找得到你，我才有办法还你。你是二维码扫不了哦？真的吗？等一下哦。所以我要从这边删掉，对不对？删除，然后再一次哦。嗯，好了，再试一次。哎、欸、，BP 你要不要加？你刚不是有问？有吗？有加了吗？我有小王子头吗？很好奇，看一下。哦，这个哦。这样好看，这灯泡好亮，我觉得可以。你等我，你等我，你等我。那学英，你有加成功吗？你有成功吗？没、欸、有啊，欸、没有哎、欸，有吗？你有办法吧？讲话，好应该，好应该啊！不过那个昨天玩的那个软体啊，它的 echo 真的是蛮棒的。雪英在吗？哦，我买的漫画到了，等一下出门去拿。来，再给昨天没有听到的人听一次。哎、欸，什么东西？番茄上线。
雪鹰，呼叫，请回答，还是根本不在？感觉大家可就足够展示了，展示什么？你说服装吗？来来来，我们再回到昨天全民 party， 不会有版权呢、欸，算了算了算了。想要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然后一起去东京和巴黎。反正寻不在嘞，啊！啊！我刚刚看到萌新对我掏出白蜡，我就下线了，是不是？我觉得萌新掏出白蜡这一点让我是觉得很恐怖。啊，我去问一下土司喵，他好像想献祭，可是我要等，我要问他。哎、欸，你要献祭的话，要礼拜日三点。不然又浪费一个礼拜。我那时候就是想要刚献祭完，就穿着萌新的衣服，然后就可能开台在云野这边发呆坐着，坐个大概十分钟、二十分钟再开始。啊，还是雪鹰你还在吗？不然我们再去。不然我们去深渊记码头等我，好不好？我们就直接用白蜡加好友了。在啊，你还可以吗？你 QR code 扫得了吗？这个有办法吗？如果没办法的话，我们去深渊记。好好好好，我们去深渊记喽。所以昨天的软体会开观众场吗？你要的话，我现在关台啊，我关台，我们再开一个嘛。又不行了，那你等我一下，你先去，你先坐船过去，等我，我先把你那删掉。语音通话的话，我还是会去路边捡萌新欸，我自己跑，觉得当初有人捡很棒。语言通哦，语言通的话，语音通话。不是不是不是，我当时会怕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不强，我觉得我没有资格带他跑。好，幺幺拜拜。我那天有捡到一个，那时候在跟番茄啦，因为那时候就是刚好献祭完，然后就在那边，哎，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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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错了北七。哦，我在干嘛？那时有捡到一个叫晨晨的，还蛮可爱的，讲话都会莫名其妙讲个拔布之类的。然后我还难得要掏蜡跟他加好友，然后番茄就说：“哎、欸，难得你会掏白蜡、欸。”雪鹰，你到了呢。宝娇，那就在这边等他吧。让，
不小心踩过去。你是谁？哦，不用过来啦。我们串不到哎、欸。啊，没有料，没有料，为什么不行啊？有吗？还是那个是你？这个四处乱叫的小黑是你吗？哦，看来不像。在哪呢？在哪呢？安安，雪莹，你在这吗？我来隔壁的小岛好了啊，来这吧。到底串不串得到嘞？哦，枫糖安安，有共同好友吗？我就是没有啦。你就是番茄说的那一位吗？有，他一直在跟我提说什么认识一个妹子大佬。然后说会在我面前一直展现他以前穿过以前有什么衣服之类的。啊，你要小心番茄这个人哦，他很恶心。他不会恶心女生，只会恶心男生。先出门了，好。小昌拜拜。不然就是 DC 有谁可以帮忙？帮什么忙？要干嘛？哦，你说加，可是不是啊？啊，要怎么加好友？传连结的话，聊天是不能传。不然就是雪英，你传 QR code 到粉丝团给我，你就说我是雪英，然后就丢 QR code 给我，这样子，我直接去粉丝团加你好友，你就丢那个交那个加好友的连结给我就好了。对他，他虽然只恶心男生，但只恶心我。那他会玩光遇，就是因为我害的。我是一个罪恶深重的坏人啊！他没认识我，钱就不会花在光遇上，可能花在其他游戏上啊，但不会在光遇上。嗨，你怎么一个人在这边？所以番茄入坑时间比番那个晚超多。他是在表演季赛前三天开始入坑的，因为那时候就是在表演季前就是开光遇台，我就说啊，我还是有在玩这款游戏啦，就是你看跑跑图，然后要交朋友拍拍照片还是什么的，然后在推说。啊对啊，如果你们要玩的话要趁现在，因为下一季的发型啊什么东西都很香，然后番茄就是看中那个猫咪头套的那个先祖，他就看准那个，然后他就直接毕业了。诶，没毕业吧，他好像先毕业那只猫，然后过阵子又再毕业别的东西，然后就提前毕业这样子。
这边比较早是你跟晨晨，还有一位，还有几位啦，是不常出现在聊天室。泡泡其实也很久啊，他账号卖掉了。预言寄钱啊，我到现在还是背不起那些。哎、欸，雪英，你到了，那等穿吧。集结技，哇！请问你们刚刚到底是怎么串到的？太猛了吧！天啊！哎、欸，这个是谁？你是雪英吗？你看起来这个味道应该是雪英哦。我跟你讲，如果点亮你不是樱花头，我就不加你好友，好不好？不是雪英哦，好吧？怎么可能会有小黑来这边？这边还有其他人吗？不是你是谁？哎、欸，双麻花哎，好像还是可以。你是谁？你是雪鹰大叫？哦，不是你哦，他怎么会串到别人？我的天哪！还是哪个观众？你是谁？你在聊天室说？还是封糖？你是封糖？想骗啊？你飞翔记录坑的？哎、欸，不对哦，你身上的徽章没他没线上。你是谁？啊，雪鹰，我再试一次好了，最后一次，不行我们就有缘无分啦。我打个七都有你了，信不信？是你想加好友吗？想加的话，先出你的三个啊！不好意思。来，再一次，还是你来串串看，你要不要加？想加好友吗？要加，要加的赶快哦！要安安，要吗？蜂糖要加吗？截图之后用 Google 的智慧镜头直接搜寻，应该就可以成功。好啊，好啊。啊，按错。还是要去向导那里？什么意思？你说船上吗？可以啊，可是就是怕说船那边会有人一直经过啊，捡金人或是回任务啊。来，封糖就是你的，按下，好，不行加了。不是啊，你要加我好友很简单啊，我们之间有番茄这道墙在。对，有番茄的地方不一定有我。
不然怎么会有名称叫做翻墙？有没有？播多久啦？两小时了吗？两小时半。我录音关台了。欸，不好意思，请问你来干嘛？你没给我个合理的解释，说不过去吧？只是对岸要看影片都要翻墙吗？对不对？不是，绝对不是什么用原住民盖的一座墙啊！嗯，艾奇哦，肯定是坏掉了。不是妖精。坏掉啦！复习一下，目前季节证据是感恩追关归属音韵，也叫凛冬啊。魔法圣岛预言梦想重组，哇！我从重组季才开始欸，我才玩了这游戏一半的时间欸，天哪，不到。好了，我觉得这边凉凉了欸。决定怎么办？你去吐窝啊！不啦，你去我的粉丝团啊！你直接截 QR code 给我。欸，这是你吗？看起来不是。你看，落空。好啦。那先这样好了，串不到啊，不是要串的啊，就跟你讲说都在聊天室了，直接加就好了。我到了，但没看到你，很正常啦，很正常。到底要怎么串的啊？哦，还是你们也不是啊。我也觉得前面不是，有一个是从说从云野尾随我到这边来的那个柴猛吧，他能尾随到欸，一开始就穿到，然后尾随我到这边来，然后一开始在你那边的那个，我也觉得他很猛。还是马同学，你串到他了。刚马同学，你遇到他了是不是？不知道是不是？那你们现在同时大叫如何？用力的大叫！如果你们是认识，你们在聊天室的话，用力大叫，我就传你过去。你跟马同学串。然后嘞，桌子前面的有没有？你下了哦，看来不是。好，你干嘛这边就不行啊？这边会有人回任务啊，会很难串欸。回家，回家。好啦，雪印，别挣扎了，你
你传好友到我的粉丝团吧，你传好再跟我说。不过真心觉得光遇玩家都是真爱，光遇在台湾没有什么任何的街头广告、电视，甚至广告、电脑单等等等等，就是靠网络很多根据自己做的。是啊，光遇每个玩家都是个分流。来试试看，手游打个分应该就有了吧？分。哎、欸，有了，封糖来，这是你的，来，请加加看。今天加了几个好友啊？有没有六个啊？啊，一二三，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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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之前有几个从预言季还是哪一季开始陆续退坑的那些朋友，我觉得他们其实很伟大啦，坚持那么久。他被广告袭击了，他加我好友了。那请问为什么雪鹰不行？欸，雪鹰你直接去传啊。那 BP 你要不要？然后那个 EWEN。温温疑疑温平余温，对不起，要吗？我称呼 YING， 然后 WEN， 我称呼啊。好啊，欸，怎么称呼？快哦，加完 JP 我就要换游戏了。封糖，确定。然后要回这边打开的，我都有记得。好了 ，Ray， 你会咬吗？你会咬吗 ？Ray。日未瑞，啊，瑞，这是你的。凡心你好，可以加我好友吗？不行，怎么又一个可以加我好友？要说可以加你好友吗？好啦，可以啦，可以啦，可以啦，来，这是你的。啊，请问张文静，你要怎么称呼？我称呼阿 B P 跟那个谁马，刚什么布朗尼啊？要不要加？你上来干嘛？亲就好。咦，看到没有？看看这个发型。看看这个发型，明明就很好看，我好想要把你的假发摘下来，带他过来。如果他好友啊，番茄，我们有好友喽，番茄，看到没有？我主动牵手喽，番茄去哭吧，他好友会很多啊，好吧。你想加那就加，你叫什么？中间，你是中间吗？你是我们认识的那个中间吗？亲，来来来来来，我传粉专的，对对对对对，亲啊！不过等一下再用手机加你啊 ，Switch 没法扫。
好了，这是你的啊，请截图啊，三、二、一，嗯，就是你哦，早说嘛，敢就是这个狐狸，这个狐狸几百年才遇一次。哎、欸，你这是什么叫声？怎么那么尖？要不要我回我背上？什么意思？中间来，中间这里的，然后自己按暂停哦。啊，三、二、一。啊，请问布朗尼跟 BP 是不是不在啊？有光瑶的叫声，为什么我没有啊？哎、欸、呀，要给过来一点哦、喔，我会点到其他人哦、喔。要解锁东西过来一点点哦、喔，不然读取不好用哦、喔。我好久没这个画面了、喔、我最后一次这个画面是什么时候啊？那时候加兔窝的人吗？加了我萌新，加油！这游戏很好玩。如果玩不下去或怎样的话，你可以来聊天室问问我们。啊，目前 Amigo 就只有我在玩。之前杰克是有考虑玩啊，但是是去年跟我说的，当时我还只是萌新的时候。我那时候好像才刚玩两个月吧。然后那时候就在那个民宿里面，然后杰克就看我玩，我说哦，之前这个我好像会有兴趣的，然后以为他会玩，但没有玩，没有玩也还好啦，因为我觉得这款不适合杰克啊，杰克杀心太重了，啊，杰克的杀心太重，不适合这一款。你旁边是谁？他叫青。你们感情这么好哦，哇！是我想的那个杰克吗？对，就是那个杰克。我其实之前表演记的号，因为被外挂带跑搞了，所以变猛。哇！这么难过，好、啊，你先去献祭了，好，拜拜。哎、欸，青，你有没有看到画面？他说蜡烛不够多，下次再说好不好？培哥，你怎么可以蜡烛不够多？你这个资深大佬的，你蜡不够多，每次一次解完，真的假的？那要不要过来一点？他们在解东西，你过来一点啊。你要过来一点，我已经玩到弹快弹油了。我其实最近也有一点点，所以我才说那时候还好有他们开始有来玩，然后再加上我开始学说怎么跑图、跑金人，然后跑试炼跟跑暴风眼的时候，还又拉回一点点玩这游戏的感觉，就拉回一点点，拉蛮多点的，就是。好了，没升华了，来啦，给你个抱抱吧，我抱多抱一下。然后就是因为这样子，等一下
瑞是谁？瑞是 Y I N W 对不对？哎、欸，加好友之后，以后常在聊天室讲个话、打个招呼、说什么安安之类的哦，不然以我的记忆力，大概两三天就忘记你是谁了。懂吗？啊，这些加好友的，自己给我好好打招呼，不要加了之后就不出现在聊天室了啊！嗨，孤零安安，群主还没被他分割。哦，可以有荣幸被教主记起来，白痴你就兔窝的。啊，最快的方法真的是加兔窝啦，我会记比较清楚啦。也不是因为要练财啦，就只是希望你们多出现多打字好不好，就算我今天没有玩光遇的话可以打个字说教主安安之类的，这样写写就是有几个他们是、欸、只玩光遇，只看我玩光遇，然后只有在光遇的时候会打字，我跟他们讲说加你们好友之后、欸、我不管玩什么游戏记得给我打招呼，不然我会忘记。可以对视我，好，我尽量记好不好？因为你的英文跟瑞整个搭不起来，所以很难记。好了，还有谁 ？BP 你还在不在？你要加，不加的话我要关游戏了。等一下，这边好像有八卦，我们来看一下。我在聊什么八卦？是在讲那个垃圾男吗？哎、欸，对，群主都还没有跟他分割哦，分了放了，好哎、欸，我该被排挤，我可以有荣幸，不是你。不过他还是会跑去跟我朋友说，竟他有看起来是零，自己小心耶，他知道你家地址，没事，我会小心的。哇啦哇啦哇啦，好哦，哎、欸，继续啊，继续讲啊，我要看故事啊，快点，继续说，继续说。我那时候就是挂在云野，然后突然就是回来的时候看到什么隔壁在聊八卦的事情，因为那时候都会有一些显示吧，啊不是云野啦，是那个表演技，然后那时候就是有个 bug 是每个人都看到那个打字的东西，我那时候是挂在那边在听那个听那边背景音乐，就看到就是说什么啊你要不要上来，他说什么我才在上面吧，不是不是你应该就在下面，然后就开始讲一大堆，我就在旁边只看。你要长话短说吗？啊，简单来说就是封堂遇到耳男嘛，对不对？渣男，对不对？然后出一张嘴的渣男，讲一大堆屁话，以为大家都信他啊。然后现在分了之后，然后到处跟其他人说什么你被甩了之类的，对吧？太耳了，我怕你们吐。哎，嘶嘶嘶嘶嘶。我最喜欢听故事了，好不好？好诶、欸，改好了哇！你太好了吧？先点晚上啊，这边是光遇讲故事时间。淮安安安，下午好。没事，改了比较好认，是啦。但是好认归好认，你还是要……哎、欸，你们要讲故事走，你去表演季讲，你去台上讲好不好？来，各位，我们表演季出发。我看一下我能拉谁哦、喔。那个你们没好友的。
来来来来来，对，对过来，我牵你，还是你能背哦？我背你来，我看一下哦。那亲过来，亲我牵你。然后，培哥你跟他们有好友吗？我们去表演季说故事。啊，你们等一下传我好了啦，白痴哦、喔！哎、欸，走啊，我们去表演季。啊，请问这个吹，你看一个瑞一个青，瑞青。我都感觉像是那种古装剧的名字，有没有？侠，武侠剧的那个瑞跟青。对，我刚好用飞的啊。明明滑得比较快说。来，我们即将抵达我那时候说香喷喷的季节啊，就是这张地图。来，请封堂上台演讲啊！还是哎、欸，番茄，你扮演那个耳男，然后封堂你扮演你自己。你不要，哇！为什么你都可以听那么多八卦的事情？我没他那么耳，还是请封堂跟我说他有多耳，我来扮演那个耳男。哎呀，先开幕哦！我看一下、哦、幕怎么开、啊。不是有个开拉？哎，怎么拉、啊？这个都不对。哦，不是，抱歉。这个季节很香，但是我从来没有好好的玩这个季节。是哭，哎呦哎、欸，好猛好猛好猛！门口旁边有拉杆，哎、欸，不是啊。你要上去讲啊！你怎么在台下？哎、欸，不好意思，旁白，你要去台上。啊，我喜欢静格的啊，我们去改一下静格的背景。不是，我记得改背景是在这附近啊。啊，这个。啊，对。哎、欸，再换。我觉得还是雨林比较好啊。啊，这个啦，这个。我改标题喽。粉丝说故事时间，又长话短说，好。那讲完了，
占有率太高，在你家埋伏啊，就是危险情人啊。哎、欸，你们进来啊！跟朋友乱说话，毁损你名誉，总之就是拒绝了。不是啊，这不是耳男跟渣男的吧？这已经是跟朋友乱讲话，总是去的。那请问对方多大、啊？对方是不是处女座？来吧，番茄。在家埋伏是怎样？你是一个人住吗？欸、一个人住很危险欸，又发现钱没被偷，是光玉的手机号码被偷走，又先问一下 CP 是什么。欸，你是说你是真的不知道 CP 是什么，还是网络交往不是啊 ，CP 就是要看你当时是什么原因欸。现实中生活人，对啊对啊，就是你现实跟网络要分开啊，看你是要分开还是算清楚嘛。有些人是网络 CP， 就是等于是网婆网公嘛，啊、但应该也不算网婆网公，是男女朋友啦。然后其实光遇社团不是很多都是现实有男女朋友啊，只是想在光遇里面找 CP， 对吧、啊、好，那个拜拜。我打出来没问题哦，你说啊你说啊你说啊。还是番茄你就是他的 CP 对象，哇，番茄你这样不行啊。那边满八个人嘛，二四。现在刚刚如果那个谁，如果培根走的话，就想减一。我知道他有，但是他来跟我告白，我不要，没问题。哎、欸，那个男的是他光遇的 CP， 然后来跟他告白，说想当现实的男女朋友，这样子吗？是不是这样子？哦，不是哦，好吧。等一下，那个男的是现实认识的，爱不爱玩光遇？为什么番茄你都可以知道那么多故事，都没跟我说？有妹子要跟我说啊。那个男的好，现在海龟汤。那个男的现实认识，有玩光遇，光遇上有 CP， 这样子。我们玩海龟汤。哦 ，CP 不，我知道 CP 不是你啊，因为刚刚感觉 CP 就不是你啊。我啊，那男的感觉就是身边有女生，女生都是他的这样子，对吧、啊？所以那男的为什么要杀人？没有啦，其实心情好很多。最开始去雨林，然后天天吃下来哭。你冲去雨林哭哦、喔？
反正他就是那种因为在大家眼中，光遇 CP 相当于群南方柳七的情况下，其实是什么？不是我这个我要讲因为我觉得是观念问题啦。有些人会觉得说网路就网路，现实就现实。我也遇到很多啊，就是跟我讲说啊，网路就只是网友而已啊，然后现实朋友比网路上的朋友重要啊，这样子啊，对不对？啊，如今他现实网路都说真香。好吧，现在网络的朋友比现实还重要，对吧？就是看你怎么想啊。像我是站在网络就是情侣派的啦啊，因为我觉得那种 CP 相处久，一定会日久生情嘛。突然跟你说什么，我其实有女朋友了，应该也会很难受吧。主要是他跑去跟朋友说一些事情，说什么？他是你现实认识的朋友还是什么？不太好听。好，我加你 LINE， 你跟我说，还是番茄你给我他的 LINE， 或是你加我们进一个小群组，我们三个人来聊。网络的朋友比较重要。没有，因为当时我认识的那个人就是。好想再跟子瑶讲故事哦。没有，我当时认识的朋友，那个他就是，他把网络的朋友看的，就是觉得说网络就只是聊天用啊，然后打屁聊天啊，跟现实不一样啊，现实可以一起出去吃饭啊，还是什么？你喜欢听故事？我喜欢听别人讲故事。对吧？没有，这就看，怎么讲？他也可能是乱枪打鸟嘛，对不对？所以男方在光遇有 CP， 现实跟疯狂告白，对，目前案件是到这边，结果告白不成就变造谣，爱不到就毁了他，天哪！这个可以报警了吧？虽然很多警方都会觉得说，这个网络东西啊，我们真的处理起来也很麻烦，每天都有十几件。他翻我手机还传照片给别人，哇，翻什么照片？是，番茄加群组，番茄，我们三人的小群组，快点！他一开始还死不承认我是番茄，不行，我看。我看那个对话聊天室，他一开始还死不承认我是番茄。我有退场了哦，我是番茄，我是要退场，你给我回去。哇，那如果万一知道你跟番茄聊得很好的话，那男的会去番茄打工的地方堵他，很危险耶，对吧？来呀，哇，真的假的？他等一下把你按在地上，衣服扒光，然后帮你穿上女装，然后把你的照片拍下来。这件事情你敢说出来的话，这个女仆装的照片就要露出去了。动物声友会有在故事里，我动物声友会没事，我不知道番茄在哪。不是啊，我知道番茄在哪，但是他实际在哪我不知道啊。他要先搭几小时火车，我是番茄。他要搭几小时火车，所以那男的。哦，对耶，好，那请问那男的住哪边？南到北哦，高雄人，南部好啦，先别乱猜好了，乱猜一猜，封堂住哪边我们也知道了。哦，对，我过阵子可能会下南部找，
在南部玩玩，放放松啊。实际什么时候我不知道。我本来就想说啊，不然我生日那天我直接偷偷摸摸的跑到南部去好了。后来想想，干啊，番茄他们又要番茄又要上来找我，然后他又叫我要那个生日开台。南部就只有高雄吗？我猜的啊。我们可以一起去，我是番茄，我不要。我可以去找蜂糖啊，对不对？我要带你去哪里啦？我听到高雄冒冷汗了、欸。我发现我认识好多，这都是高雄、台南。啊，不知道为什么其他南部人认识都一大堆台北、桃园的。大家聚一聚，干嘛？在场有几个是高雄人？目前推测三个，所以我们这八个人之中有三个高雄人，然后其中一个。啊，是我们的女方，那另外两个，其中一个可能就是男方，他混在我们这之中。好，灵姑一个啊，然后亲一个，然后封堂一个，好了，这两个人之中有一个是凶手。没事，我们在屏东，白痴哦、喔。啊。我真的好想去垦丁大街，我不确定到底是不是垦丁大街，但是我那时候高中真的有去过一个真的很像是可可夜总会那种场景的地方，蛮喜欢那感觉的，然后再猜一下、喔，目前就是这样吧，没事啊，我跟你讲，今天那个男的，如果真的发现说。蜂糖不跟他在一起的原因是因为番茄的话，要么他会对女生乱来嘛，他说我到底哪边比他好，什么之类的，啊，要么就是把就是对会对番茄乱来，啊，要么就是反正就是对这两个乱来嘛，对啊，今天爱不到发疯是一个很恐怖的事，讲蜂糖的话有什么难听的吗？有难听的程度吗？还能说什么？到处找男人，这样子，挑食只吃番茄。可是我们没有关系啊，会没有吗？我刚看你们关系好像有点微妙，还是你要回到我的背上啊？然后什么，整天在我面前换衣服给我看啊？你看，番茄都对着我跟一直在对我说。那个妹子大佬整天在我面前换衣服，你没有说第二句有好吗？问我找人排挤他，哎，那我跟你说，来，我们去排挤他，好不好？在场的七位，我们一起排挤他，好不好？我们就让谣言变成现实啊，我们只能这么做了。好，没问题。我也很好奇南方多大哎、欸，所以平常人员差的南方把原因最好在蜂糖上。我们大二，那感觉，好啦，我不知道哎、欸，反正家庭背景有关吧。我觉得我到现在也没到很成熟啊，处理一些事情的方面，我觉得我都还是蛮冲动的。有时候真的觉得说没必要做的事情，一做下去就知道一定会完蛋，还硬要去做。就是我讲收不住吧，还是什么啊？太意气用事还是怎样？很多时候你明明就可以不用去做一件事情，啊，你做了之后明明知道会完蛋，还硬要去做。但是不做的话，又觉得说，啊，不做怎么会知道？搞不好会成功啊，对不对？就像告白吧，你没告白，啊，你们平时相处还蛮融洽的，还蛮好的，蛮喜欢那时候的感情那个嘛互动。但是，一告白之后，完蛋，他没有这个意思，说就尴尬了。
然后就可能会开始避开远离你，对不对？但现在好像变成真的、欸，我可以把这碗海龟汤说出结论来，完整故事吗？来，所以为什么那个男生？来，请说，请说。你经历过救命什么东西？欸，他会不会看繁星台啊？怎么可能？来来来来来，看了也没差吧？对啊，你都要跟番茄在一起了，他有差吗？中间有个渣男，没了。没事没事，我好友很多，可以霸凌他，不是霸凌他，排挤他。卖光稳交 CP， 哎、欸，我很好奇他有几个 CP， 感觉这个人不会有一个啊。哎、欸，培哥，你刚刚明明字可以打超多，你可不要分段打好不好？就是怕有尴尬之类的，所以也不敢跟对方说。对啊，就是搞不清楚目前的关系啊。啊，但是搞清楚的话，可能就是会让这个关系变得很，就让这个关系就没有了啊。但是有时候有人就说，你再不告白，然后身边这个女孩就是别人的，类似这种话。有时候暧昧太久就是会太痛苦，就是因为这样。说真的，我觉得这男的有伴侣应该会受不了。欸，我觉得啦，谁当我的伴侣会受不了？我很黏哦。他爱上了我们的封堂，但是封堂并没有愿意去亲吻的这些。繁星找安妮玩气弹，不找我我也会闹脾气。没有啊，我没找安妮玩啊，我还没找安妮玩啊。哭屁呀，就还没找安妮玩哦。好啦，不然我找风谈玩好不好？开始在搜刮你身边的异性友人。你知道为什么我会这么做吗？我就是不想看到你跟其他异性太好。知道我的用心良苦了吗？你明明知道我占有欲这么高，你还跟其他异性女生玩那么开心，对不对？人家不是说，你今天抢我女，你今天跟我分手就抢你女朋友那种感觉。还有我关于的朋友，甚至侵犯你，因为没事啦，没事啦。哎，哇，我的，已经想破了。你跟风堂认识不到一个，你就在光遇上认识很多人啊，对不对？这也是我觉得你蛮厉害的地方啊。你敢去认识新朋友，但我不敢，我真的是，哎，就是不敢，抱歉，我就是逊。都是卖家哇，好，你既然沦落到要去卖东西了，你到底错过了什么？在看故事，
不，番茄是买家，对啊。那你要把自己推销出去吗？哎、欸，我的玛纳竟然不够了，怎么会这样子？哦，小二。感谢分享故事啊，没事啊，我觉得还好啊，这就是平时看到的行为啊，就是反正就是爱不到啊。哇，这只角色太好用了吧？哦，对不起，我在玩那个公主连接。我的玛纳突然不够了哎、欸！天哪，没钱了。好喂，我是番茄。好了，今天故事分享到这边。哎、欸，裸关了，我还没看到罗密欧自杀哎、欸。你不要拿刀捅自己吗？嗯啊，所以你从封堂那边买了什么？既然你是买家，他是卖家，那请问你买了什么？这又是另外一段故事了吗？两个徽章，哪两个？哪两个啊？
高音跟一个斗篷。哦，高音我知道。啊，斗篷是什么斗篷？海洋吗？这个白痴，那时候海洋季的时候，他明明就有玩，他还想去买一个海洋斗，直接被我骂死。你要不要说说你买了什么？然后后面发现还聊不错就加了。哎呦，哦，樱花斗，哦，没事啊，他的钱随便他花，只是要记得我的份也要有啊，他花多少就要在我的身上花多少钱，对吧，番茄？对吧，阿茄？还能开花。不是啊，马同学跟珊瑚讲出来了啊，三瓶展示白痴。哎，不过你知道吗？那个谁，枫糖，我跟你讲一件好笑事情哦。当我们那个时候复刻先祖出来说什么是跟音乐有关，然后大家在猜骑士柜的时候，番茄就说：“哎，不要出哎，我还买不到一个月，你这样出我会哭哦。”然后结果结论出来是那个镜格的那个嘛，镜格那个灯泡斗篷，然后就心里想说，嗯，番茄至少可以开心了，开心两个礼拜，超好笑的。然后番茄直接低吸说，哎，不要出哦，我会哭哦。才刚跟枫糖买的，马上就没他有说。啊，真的，他如果真的出的话，我一定笑，笑最大声的，笑最灿烂的那个。他承接了我今天的快乐。啊，谢谢番茄。代表我要刚来什么？对了，我复刻的永久翼好像全拿了，什么意思？什么叫复刻的永久翼？哈？然后他认识的小妞跟克洛伊谁？不过枫糖其实很希望可以多加点光遇小伙伴，我原本有想要推他进去，但他说不方便。欸，然后嘞，哦，那我知道了，因为之前那个谁小妞跟克洛伊都有说枫糖安安，哦，我看到，只目前回归的先祖都解锁用的，那讲好吧，好。没有啦，我也是从那个啊热血运动员之后才开始有毕业先那个复刻先啊，热血运动员没买到，喔，那时候根本不知道，喔，什么叫做复刻先祖。等一下，我好像没有点战队。
宝宝一说实话没有到很好，不是啊，他有永久翼，我不管，我扫那个永久翼，宝宝一还好吧，我觉得蛮好看的呢。那是因为你有了，你有了才会觉得还好。我们这些没有的人，不知道他哪里好哪里不好，懂吗？你今天买了一样东西，你才知道他好或不好。你今天没有买这件事情，你永远不知道他好不好，对吧？你看那个高音琴。买了之后我们觉得很划算，对不对？很值得。又复刻一出，番茄会卖烂东西。对吧，阿茄？那是因为你还没剪完。剪完什么？哦，翅膀。这季过后会有很多十二亿出没，已经开始有了，但是我懒得捡永久亿了。什么意思？永久亿不用捡啊，你要捡的那个叫金人，不是永久亿。永久亿是直接在你身上的了。你是不是搞错意思？是你。哎、欸，培根，现在有个三星确定转，但我该转吗？你有点懒得飞去暴风拿，来来来，我带你，我带你，我带你。不该哦，啊，不错不错。崩溃，哎、欸，好啦，还是就到这边了。我也不知道玩什么，鸡蛋又有点热，我怕玩到心情又不好。我没时间看到呢，能上线都已经是很稀奇。哦，你超没时间了，现在看到你上线都是说冰冰问号，他说是，没有。应该是说，冰冰只要开你的账号或开他自己账号，看到我第一件事情是宝宝，我就说是冰冰了。哦，那个需要付费死哦。付，请留给泳装笑脸。好，如果你再跟我说，你在固定不能玩哦。等一下，我看我有什么用强化角色一次。地下城战斗强化角色技能，强化技能。地下城，可是地下城第三个我打不过啊，第三个 BOSS 八十，我现在才六七十个。就尽量打而已。好了，你们再来想看什么？我真不知道玩什么了、欸。嗯。跟战队借角色？没有啊，借不了啊。我的战队就是等级都很低啊，
不是啊，哎、欸、有哎、欸、有一个哎、欸，等一下哦，等一下哦，等一下，好像可以。点牌。休息了，应该是哦。因为其实现在是36度。哦，对，风堂说一下，我家很现在很其实很热。我开台时间很随机啦，就是理论上也没有理论欸。好啦，之后如果上线有遇到的话，再跟你打招呼哈。啊，其他瑞跟青也是。啊，哎、欸，你也不用怕害羞。如果你真的想来我们兔窝群的话，你也不用怕啦。里面虽然有些怪人，但是不是有些怪人，有个怪人，但是其实就还好。敢乱来我就乱来，回去。对吧、啊？我们兔窝有个怪人，名副其实的怪人。打开小铃铛不一定会收到通知哦。好的怪，真的有叫怪人的啊，对不对？兔窝的打字聊天室打字是不是有怪人？我哪有？我这样讲话，我哪有？好啦，之后有啦，我有说过我会多开光遇啦。但是就是撇除跑图吧，就可能就是比如说半夜随便跑的，不是什么，就是把剩下没跑的地方跑一跑，聊一下天之类的，这样子。的确有怪人，哎呦，那要吃饭了，好，好啦，赶快休息吧。你要认识我，也可以带你认识一个叫做呆鱼跟佩佩的，两个也是可爱的妹子。好了，2点了，原地解散，休息休息，吃东西。晚上看在玩什么吧，可能也是七蛋吧。是不是可能没有人了啊？有人的名字叫怪人吗？啊，真的有啊。是真的有啊，等一下哦，我看一下有没有谁在开台。你想拍照来啊，你带路啊。啊、我带你们去一个声音也很好听，然后玩七蛋的人才有。他声音还蛮好听的。我那时候就是看安妮的影片嘛，然后右边就推出他的那个推荐，然后是什么新手试用什么挖沟之类的，然后可以过去听听看，我觉得还不错，他的声音很好听。拜托，转不过去。你需要重新导向字。加入直播清单导向，什么意思？哦，等一下，我忘知道原因了。特质。直播接力特权，到一般点，上特
真的芭比Q的，真的芭比Q的，真的完蛋了，来来来，不然我直接贴给你们好了。你是不是要开画面？我们看才加得下去，加什么？不知道哎，这样他记录就可以带啊。这边啊，我等下会去听他声音啊。如果你们要可以打个招呼啦，听一下声音啊，真的声音蛮好听的啦。 好啦，原地解散啦，大家拜拜。你是不是要开画面给我们才看得到下去？没有啊，好啦，拜拜。